Zhongxin University, Chorus. 是的，接下来为我们带来演出的是新大附中合唱团，他们要为我们表演的节目名称叫《幸福幸福幸福微光》。来，掌声欢迎 The Glimmer of Happiness。 大附中音乐合唱团，还有新部校友们组成的微光合唱团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盛宇，我是主持人燕婷，我是主持人陈烨。我们将为您带来盛宴之夜。首先，第一首要带来的是 好特别的语言啊，这是哪一国的语言啊？我比手画脚给你猜猜看哈。好好好，你看好这样。哦，激烈动作。好嘞，再次哈。你在翻桌吗？翻桌冰的啊，是冰岛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冰岛的 Lady火焰骑士，这是冰岛传说中能化解人们心中孤单寂寞的火焰骑士歌曲。 除了神秘的旋律之外，还加上了拍手跟踏脚的动作，感觉就好像火焰骑士真的亲临现场了一样哦。那第二首歌是客家歌曲，由罗思荣老师作词，石清如老师编曲的客家歌曲，曲名是《包中赞歌》，曲中以《拉拉跟你跳》，炙热的太阳，还有《给给给吼吧》。 花柳的河水，等等，来描写客家一名对国家的忠诚与爱。各姐妹也以这首歌获得了2019客家合唱大赛社会组的第一名呢，真的是太厉害了呀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Ready Ready 火焰骑士，还有包中赞歌。
哇，欣赏完两首精彩的歌曲之后，接下来由我们高三的学姐陈云龙为您献上声乐独唱。云龙学姐在合唱团里启蒙歌唱，并在去年参加比赛获得了台中市女生独唱第一名呢。下个月她就要代表台中市去参加全国决赛了呢。哇，我也觉得与有荣焉耶。那今天她为我们带来的是莫扎特歌剧《贝加洛婚礼》中的咏叹调Non so più cosa son cosa faccio， 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该怎么做？曲中描述情窦初开的少年对爱情的渴求。这不是我的渴求吗？好了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Non so più cosa son cosa faccio， 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该怎么做？歌曲。
第一朵花是由诗人徐志摩作诗，由蓝天豪老师编曲的《雪花的快乐》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，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，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哎，盛宇，盛宇，我们还在主持啦。哦，对好，对好。可是我每次讲到这首歌都超嗨的哎。不去那冷漠的幽谷，不去那凄清的山路，来，跟我一起，飞扬，飞扬，飞扬。想必是第一朵花一定跟这两位弟弟一样那么青春可爱。那么第二朵花呢，我们要带来的是戏中花提种麻，这是由叶伯钧老师作曲，张舒涵老师编曲作词，然后张舒涵老师编曲的客家歌曲。弟弟妹妹们以这首歌荣获2019客家全国合唱大赛青少年组冠军哦。寄宗花指的是阿婆头上的发髻，而寄宗花香则是阿婆的汗水香。曲中描述阿婆为了家从早忙到晚，为了家忙碌而满头白发。花里藏的心情是真正代表台湾妇女的生命之花呢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朵花，第一首《雪花的快乐》，第二首《寄宗花》。Thank you.
谢谢大家今天来到台中根会欣赏我们新大附中的演出。在这个很冷的天气，突然一下子变得这么冷哈。不过我们的热情跟我们喜欢唱歌的热情一样都不变。我的身后呢，其实全部都是新大附中毕业的孩子们，大家都是非常的喜欢唱歌，而且每一次在我们台湾有这些花博啦或者是灯会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高兴能够来这个地方表演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带来两首我们每一次入团的时候，不管是从第一届还是到现在第十九届都会唱的两首歌。第一首歌是非洲民谣，第二首歌是我们入团的第一首歌，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很喜欢的快乐天堂。谢谢。Thank you.
唱歌是一种缘分，就像各位今天一起来这里参与这场台湾灯会一样，是一种美丽的缘分。对啊，姐姐说的真好，美丽的缘分就是我们音劝合唱团团名的意义啊。我们非常珍惜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光呢，大家相聚在一起，唱出这令人感动的歌声，就像微光温暖身旁的人，带给大家幸福。大家今天听我们唱歌开心吗？开心。我的心，祝福大家永远平安快乐幸福。心中永远有温暖。
Thank you. 谢谢我们新大附中合唱团队，我们带来的优美又温暖的歌声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同学，谢谢老师。月亮代表我的心 ，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for you。待会我们月亮就出来了，更加的浪漫哦。希望看得到月亮，不表示云层。